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亮，现在来到华强北二手机的批发市场飞扬时代大厦。这个点人呢还是很多的，下面咱们进市场去找一找今天要找的机器。小亮呢工作呢就是整天游荡于华强北的各个角落，新机市场、二手机市场、苹果市场、安卓机市场，总之就要找到自己满意的机器为止。今天找到第一台机器就是苹果11美版三网 128G， 电池寿命呢是 100% 的哦。这台机器充电次数只有139次，外观呢整体可以达到95星的标准，这样机器在市场售价呢是3800块。又过来拿两台港版的12 Pro Max 256G， 其中左边这台蓝色再保300天，右边这台白色延保再保698天哦。整体外观呢是 99.99 星标准，市场售价8200块。拿完二手咱们换换口味，过来拿一台苹果11国行 128G 官换内激活满保，这样的机器呢在市场售价呢是4450块。挑完苹果咱们过来再挑挑三星，最近的港版三星 S 加降价喽，降价幅度几百块哦，之前市场售价在2500左右，现在只要2300多了。选来选去最后选择了这个颜色哈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外光金光闪闪，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机器的气密性，气密性呢完好哈，证明机器是没有拆修过的，就决定是它了。看完手机再过来看 iPad， 小亮只是个全面手哦，这是一台18款的11寸 Pro 插卡 256G， 外观 99.99 新，市场售价4700块。最后再来回手套一台美版三网 X Max， 电池寿命 90% 以上，外观95新，这样机器在市场售价3150左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做这里哈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，拜拜。